哟，我搞了也40多年了，现在几年了吧？哎，这是祖传下来的。哎，我们过去结婚的时候，每家每户都要那个自行车，一个上牌台钟，还有一个缝纫机，中国这个商业逃不掉的。 这个表象人生病一样，你严重的病，他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搞好的。一般我们接收下来之后，一个星期，因为你搞好以后也要校验了，要不停再改人家。中国人的东西都是这样的，像汽车也是，先从修开始的，不是先造开始的。我外公是搞钟表的，他是退休了以后，退休。 退休嘛，我正好大概是15岁，那只讲，那么伊就下去教我学钟表。有呀，有跟着我过呀，现在不做了呀。哎呦，带了多了，没意思的。要喜欢，不喜欢学不会的。心态好，对不啦？这个要几个要达到的呀。一个要耐心，要耐得住性，要能静下来。 你一天做个几个小时不稀奇的，一般的现在小青年们都喜欢抱一杯，对吧？阳光的，外面跑跑搞搞，叫他安下心来坐下来，默默无闻的，他不肯的。所以说这个要喜欢，你就是不学也学得会，不喜欢的你叫再教也教不会，他因为你看他坐也坐不定，你叫他学什么，对吧？ 所以3/6行都是这样的，随便什么都是喜欢了才能学得好，不喜欢学不好。要混都好混呀。做阿拉个么子是不好心结，心结怎么好么子？齿轮部分全部达到它原来设计的要求，每个齿轮觉得达到玻璃的新的光的一个级别，这个表嘛就蛮能够达到了。 搿只蛮好的。搿只呢？喂，到了，刚刚到。 时间观念嘛，当然了，我们都时间观念很重的。我们在家里，我也是那个上午排台钟，我这个快5分钟，我这个也是5分钟。哎，这我永远不会落在时间后面的，永远不会跟人家讲好几点。你看我老是快的不得。对，你也会跑跑。哎，这样就是我答应人家2点钟，我这个早5至少早5分钟。我自己是。 习惯就是闹钟了，有责任心的呀。那么为什么我一定要来上班？家里都不要我上班了，我们也不愁吃不愁穿。但是顾客相对来说呢，还是需要你。我在医院里生病，他们都来，他们都来关心。我来了，这里没事，他们看，哎呦，又开门了，他们都进来了，问我怎么回事啊，好吧，什么啊什么。所以这就是一片情，人嘛就是这样回事。 那个时候辛苦了，早7点多就是开门了，晚上做6、7点关门，关门以后还有好多表没做好，晚上再继续做，把它干出来。那个时候就觉得最好再给我点时间，最好给我再来24小时，就觉得时间没有。
我看人家在玩这什么打麻将，还这个时间干嘛不给我？我什么都没干好，对吧？所以呢，就年纪大的有年纪大的要求，年轻的有年轻的潮流，这个没办法的。世界总是五彩缤纷的，你不可能让人到期，不要给自己减负了呀。最终，身体最大的财富。时间对一个人来说就是生命，生命有长有短，关键要有意义。你躺在床上活到120岁也没意思，对吧？你有意义，对吧？我们这个大话不要说什么英雄啊，什么说这救人啊，说什么吧，就没意思了。反正就是对社会有用，对人，对别的人有帮助，都是好的。现在像爱心啊什么的都一样的，我们也是这样的。不管你不，至少你能帮人家解决问题，对吧？人家都是高兴的，人家都会想你的，对吧？时间不管长短，他到时候外面跑跑不行了，外面搞不好的，他都会来想到你。所以说时间对每个人来说呢，长短都一样的，这个老天对每个人都是很公平的。已经整个到了，我让你出去了，这这前头可能侪出脱了呀，这也快了呀，没几年不做了，做了出去嘛就结束了呀。境外企要受他们那个控制的呀，几点上班，一天做多少活，什么可以养鸟种花。因为我喜欢自由。吹嘎七上顶峰谁在？